欢迎回到国华国中第十七届音乐班毕业音乐会，我们是下半场的节目主持人，我是李晨，我是张庭瑜。下半场第一个节目是由欣荣、静怡、逸轩带来的钢琴三重奏，演出曲目是皮耶佐拉的《冬季》。这首《冬》有两个部分组成，一为明显的探戈节奏，二为优美的主旋律线条。一开始由竖笛与大提琴共同演奏出《冬》的主题，忧愁且带点悲伤的旋律，使人心情纠结且惆怅。最后一段调性转为温暖的降E大调，旋律有着巴洛克的风格，宣告着冷冽的冬天即将结束，温暖的春天即将到来，以甜美且静谧的风格结束。让我们以掌声欢迎三位的演出。